我们母子受你凌辱千年，这千余年来，我百般忍耐，你却变本加厉。今日，我不会再让你伤害风儿。你为定云，寄深远，谋储位，而我，不过是想和风儿平安度日。同为人母，本不应相残至此。 母后没能为你报仇，母后对不起你。叶檀公主，厉王，他毕竟是风儿的父王。 厉王他逼害我姐姐，罪孽深重，不杀不足以告慰姐姐在天之灵。五父王一向心狠手辣，可当年却一反常态，于乱军之中救下我母妃。父王，您对我和母妃，并非全然无情，对吗？陈渊，有今日之祸。 皆因本王一时心软，留下你们。罪奴，永远都是罪奴。你们都只是本王的仆从，阶下之囚，根本不值得本王用情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不明白，陈渊落得如此地步，皆因你与瀛昭的桀纠之心。只要你还在位一天，这世界必少不了血雨腥风。